白云雾把楼管当痔疮，当心延误治疗下场惨。我是4年前发生有那个肛门楼管，本来以为是痔疮，肛门的旁边有一点硬块。长什么样子啊，白云？你来看一下你。那个痛是受不了哎，瘘管不开会死人的，细菌很多，它会跟着那个我们肛门跟会阴中间的那个筋膜往前面整个烂，然后烂一整，对，会烂掉哦，就可能产生严重的败血症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